我今天介绍是灰姑娘织啦，这样的钱包的织法，在钱包里开工定舞会，在工定舞会的时候，灰姑娘遇见命运的王子。好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灰姑娘摺纸吧。好，大家请看一下。好，首先对角，再对角。打开一半夹，再一半夹，利用出来的夹痕，台子打开，对面也一样，台子打开。四方形变三角形，好。下至左右的角落往中央垫夹，这样的。下至这个角落往下夹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的，好。下次这个台子打开，再中央两个四方形这样的，好，冰呀冰，好，换前面的一张，这个边。这个边往中央线夹，左边也一样，这样的。夹紧这个台子打开。这样的，下至在中央的小小的三角形，前面的一线的三角形往下夹，往下夹，这样的，前面一二三个三角形的，好，翻过来，都一样夹。
样的。好啊，完成啦！好，一个钱包完成啦。可是这个是太小，所以一样的折法要两个。一二三，一起三个，在一起的话，扁大的钱包这样的，所以避免叠。大的钱包啦，这就是完成啦。夹好了吗？很可爱的，还灰姑娘的夹子。好，这个影片你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打赞。好。你们给我加油的心情，让我好好介绍家具家法。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再见。